纯真可爱，不会因为它的外表而改变。这些小阳光来自阳光儿童中心，每天复健老师和保育老师替他们复健，训练他们独立，而且给他们信心。他们都是勇敢的孩子，接近他的心，你就不会在乎他的脸。希望你和我一样，成为阳光爱心伙伴，帮助小阳光，让他们在阳光下长大。